说起来，我还没有跟你认真治过戏，以茶代酒。哎呀，这家伙现在跟你比跟我还亲，那是自然。你每次工作到很晚的时候，都是我在问。 这只见异思迁的家伙，我为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倒是把我忘得一干二净，啊？嗯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他每次来找我都是肚子饿的时候，所以这是自然的嘛。你这次怎么打算？ 一鼓作气追查到底，可他们这次来势汹汹，你要小心啊！打击报复，我江月楼从来不怕，我宁愿他们出手，也好过这些肮脏的东西龟缩起来，追杀起来难上加难，毫无头绪。哪怕死。